好，我是小新。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的塔尔寺内。那每年的正月十五啊，这里都会有一项非常盛大的活动，就是大型的酥油花展。往年啊，我们都是直接到拍摄点进行拍摄工作。那今年呢，我打算跟人群一起进去，体验一下摩肩接踵、人潮汹涌的感受。跟我一起去看看吧。暂时没有体会到那种摩肩接踵的感觉啊，但是据说在西门外有超长超长的队伍，有上万人在那里进行排队，然后塔尔寺定时定期放进来一部分人，然后有序的进行参观，这样呢能有效的减少大家的安全事故。我面前这个蓝色的，它像围布一样围起来的，其实是堆绣。堆绣壁画酥油花呢，其实是塔尔寺的艺术三绝，而我们现在即将要去看的酥油花就是艺术三绝之首。酥油花是以加入各色矿物染料的白酥油为原料，以人物、花卉、飞禽、树木等人和事物为主题，通过扎骨架、做胚胎、敷塑和装盘等工序制作而成的一种高超的手工油塑艺术，具有600多年的历史。在塔尔寺呀，一共有两个制作机构来制作酥油花。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尊佛像以及酥油花呢，是塔尔寺的下花院做的。现在我们去看看上花院的酥油花长什么样子。上下花院每年都会根据不同的故事开始制作酥油花，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在一僧手中诞生，跃然花架之上，精彩绝伦地讲述着新一年的故事。整个制作过程，两个花院会耗费上千斤酥油，自农历10月25开始制作，次年正月15正式展出。今年你是第几次来这边看酥油花呀？第一次。那你觉得好看吗？好看。还有什么样别的感受吗？没有。没有。没有。It's a very beautifully built, and I don't know that well the place and stuff, but it's very beautiful with the colors and the light and everything. I like it. I like it. But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and we can't stay long to like see and understand what is it. Yeah. So it's difficult to just like see quickly and leave, you know. So yeah. And go. Oh, yeah. So yeah. And there's the sound of the people talking. Yeah. The policemen talking. So it's very quick. We don't have time. It's really nice. It's really nice.观花之旅呢，也在夜幕中接近尾声啦。说实话，无论是第几次来到塔尔寺，第几次观看酥油花，都会被其栩栩如生的样子所震撼、所打动。那小新也在这里呢，欢迎全国各地、海内外的朋友们能够亲自来塔尔寺看一次酥油花。小新也在这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